香香的，行吧，500就500元的，给。 哎，还差100，你洗脚水呀，也要100块啊，这么贵啊，最后100了，洗吧洗吧，快点，管妹妹，哎，老板，你给我拿个抹，您看看啊。 这就是给你洗脚的工具啊！保证以后你的脚呀是香香的，来吧！滚滚！这！哎！你等我一会儿，还没洗呢，还！哎！快点啊！我等我。欢迎关注董爷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